人嘅個名叫陳博希啊，自有和風嘅。我自從著開呢條褲咧，啊，我本身係有前列腺嘅。我著開呢條褲咧，啊，去廁所咧就好順暢。之前未著呢條褲咧，去廁所啊俾個困難的感覺。第二個問題咧，我本身係有個疤嘅，個肚我嗰度。我著開呢條褲咧，個疤度嗰啲顏色又越嚟越淺，啊，淺到好淺曬咗。第三個問題咧，我自從著開呢條褲咧，我太太講我鼻喉新冠冇咗。第四個問題咧，我著開呢條褲咧，我個腳咧越嚟越瘦，越嚟越苗條咗。啊，呢條褲啊係對我真係好有幫助啊！呢條褲。